新城乡公所112年度认养路灯活动即日起展开，凡认养新城乡光明灯，公所会将您认养的路灯贴上您的名字或者是公司行号，同时也会加赠花莲秀泰电影城电影票，认养一盏兑换一张，也欢迎乡亲民众踊跃的来认养，点亮新城乡。新城乡的何立台表示，凡认养新城乡光明灯，公所会将你的认养路灯贴上你的名字或是公司行号，欢迎踊跃认养路灯，点亮新城乡。凡认养新城乡光明灯，加赠花莲秀泰影城电影票兑换券章，认养一盏兑换一张。感谢秀泰影城廖董事长的支持，致赠电影票。一年一度的光明灯认养啊，又开始了，非常感谢我们各界对新城乡的支持啊，在去年一整年当中，总共认养了3343盏的这个路灯，新城乡总共有4100盏的这个路灯啊，总共认养了这么多啊，我们表达非常非常的感谢，更要感谢秀泰电影城我们廖董事长长久来支持光明灯的认养啊，每一盏路灯呢，他提供一张的这个秀泰电影城这个电影票，我们都要表达啊乡亲的认养，以及廖董事长对我们的支持表达肯定。今年的路灯认养已经持续在进行当中啊，我们啊希望我们啊对我们地方关心地方啊这所有一切的我们所有的乡亲啊，我们希望我们今年度再继续来给我们认养，但是因为啊物价以及工资啊齐涨。所以我们今年在社区的部分呢，我们调整到1000元，在分割岛的部分我们一展呢是调整到1200元啊、我想有很多的乡亲啊也很肯定也很支持啊、还是继续来给我们认养。那今年呢秀泰电影城啊总共呢啊廖董事也提供我们2500张的这个电影票啊、那我们知道这些认养啊2500之后呢可能就没有电影票，所以要呢认养的我们这些乡亲啊请尽速啊到我们这个建设科来登记，我们都会表达非常的感谢之意啊。对于路灯的认养，光明灯啊，长久以来啊受到乡亲的肯定。除了在庙宇里面点光明灯照亮自己以外，我们可透过点这个路灯的这个方式啊，照亮大啊这个马路，让行人呢行车安全，而且大家也共同来关心公共设施这个领域啊。礼台要代表新城乡各界，向各位认养人以及秀泰电影城廖董事长表达感谢之意，也祝我们的乡亲啊。兔年啊，大家都能够行大运，事事都顺遂，事事都能够圆满。新城乡公所表示，区块认养并且分为台九线和社区邻里，认养路灯可以列为个人综合所得税列举扣除额，不受金额的限制，盈利事业对各级政府单位的捐赠也可以列为当年费用捐赠，不受金额的限制。新城乡的何立台欢迎乡亲踊跃认养，点亮新城乡。记者中央新闻报道。